气候一个变化大吼，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天下雨。有，以前很多，下雨下下29天了。这个人没有天理啊，连那个天气哦，他也没有天理啦。他想要下的时候他就下了。因为明天要布展，很多事情在处理啊。说问你说，我的心感，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因为他去处理事情，这个 DM 还爸爸在做，他那个画册哦，画册有一些要印的，在会场展示嘛。还有卡车还没叫啊。卡车。要叫画材车啊，叫画材车啊。他看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干嘛要同意？万里公，如果我先改，你们同意不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既然来，要你去做主啊，所以你不是的。万里公，你放上面，放上面，放上面来。啊，我改好，我就先去办事。看你们这里哦，这里你拉来。对，问你们两位可不可以啦？可以啊，空间都可以。我听无啊。就是说，你想请老师先改。对。因为展览的一大堆事情。快点拿来。啊。快点把。按你们同意，我就把它摆上去，摆在前面。你要几个嘛？一张嘛，一个人。你要一张，这是一张哎。不止一张了。你们两位同意，啊那边就是后面那里，不要往前面那里。啊改好话了再给你们办事。他就是想请老师先改，他要去办事。对。说了半天。对，因为要展览，很多事情啊。对。你行猛办事。你包一个人呐，啊，叫人跟你代办嘛。代办。代办裱画的人代办，像我那两次展览都是他代办，我东西都交给他，他送去他就摆。你钱给他就行。钱给他就行了。裱画店的人。给他包了，不要操心，要不然累死了。像我这上百岁的人，总是这些要。啊，你上次压户多少钱？我们一起那也花了好几万了。还是不要钱在那里，八元吧，7万块，没有，不到5万，2-3万，2-3万。高了阳台办，我们交给他多少？只有2-3万啊，只有两三万啊，那很省啊，一筐本来就装好。他这个面子在外，面子比较高一点。房子在外有，裱画、装潢，那又有好几万了。反正这不是玩嘛，不玩票，不管他多少钱了，你只要有钱。啊，就要画他送给学校啊，送一张。学校愿意送就送，不送也无所谓。学校图书馆的画太多了。不摆的，你特别的才免费，别人都要钱的。是，我是本校的教授。教授。啊，你两位都可以，啊，你两位，对，先立盖，你两位。你们班长啦，啊，班长，你唔问伊哦，你嘛尊重一下班长全责啊。班憨啦，伊讲伊去搬桌子的班。对啊，我是搬桌子的班呐。搬东西的班呐，是搬嘛，累的很多。搬桌子的班是他讲的，不是我们讲。啊，他还是班长。班长还是班长，东西也要搬。
啊，就像我们讲哦，我是频道了啊，你称呼我可以说你这个频道，那就有门道了。你觉得这把老师哎？啊在。你呢？我可以摆上去。就是人家七姐，七姐这个。我看电影。嗯那个礼拜天开幕改成四点了哈，礼拜天，因为票为四点了，因为两点半他拉小提琴了，嗯，啊，他们那个市民曾经两边打起来，打架打起来，嗯，因为属性不同嘛，啊，两边都在弄麦克风，闹，啊，对唱，啊，甚至在音乐会公楼梯走得太大声，都会被骂，嗯，听说了，这很花的哦。听说是这样，是，嗯，来，是就鬼话你啊，你我喺度，你好，哎，你嚟，我喺度，你年年经理，叫你年经理，哎，开幕改成四点，啊，好，开幕，恭喜啊，祝你发展成功，啊，祝你发展成功，发展。一大师公重要这样的人买，开画展是要有人买，啊，你有人买就好了，那是，嗯，开不住，百货公司亏了，百货公司也是亏。玉龙那个地方很难，啊，玉龙那个地方很难，努力的在救人去，你叫来救收藏家去。都嘛爱家己的人心，先捧场，叫家己的囡仔、某、阿姨啊、姐夫、阿孙啊，你无买个，阿爸都买啦。有名人有名画家面啊，收藏家的啦，叫伊啦，嗯，叫林百里啊。是。林百里，伊也买。林百里，我敢来一面之缘的啦。林百里该收藏啊。收藏家蔡方敏建议你画四米，他就会收藏。不用说当张大千了。哦，你拢都有我为副董事长去掌控啊。如何的副董事长？那个桌子上的哈，是柯先生。有，副董事长。下面好好看凯旋归国归国你自己到底想去日本了回祖国福建福建浙江福建浙江来吃外面还下不下还下不下雨还是在下了还好了你不拿伞子也无所谓